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项目，这个倒不是一个超高层的，大概只有30米，30层高吧，但是有很特别，它里面应有尽有，所有的超高层里面有的它都有，并且还更多。这是深圳的五矿金融华南大厦，它整个这个高度呢是150米高，那么关于五矿大厦呢，它的里面的核心筒呢是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还有这个组合的巨柱，另外还有这个钢环横架，它的外围呢也是一个钢的框架结构，钢的外围还有一个斜撑，并且呢它这个楼面结构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它整个是钢结构的，核心筒内呢是混凝土的，整个这栋楼呢你看它是有曲线的，有弧度，在外面有是玻璃幕墙，整个这个结构呢是很透明的，并且看看它的整个这个结构前面后面是一样的。你可能留意到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收进去，这就创造出这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美观的一个形象。这是这种大楼的结构体系，那么其中呢包括这个钢斜撑，那么同时这里还有这个外围的框架，那么在另外一边也有类似的结构。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框架结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菱形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第六层这里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横架，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立柱，它是可以起到抗侧力的作用。这是场地的平面图，你会发现这是办公的塔楼，那么另外这个建筑横线呢就刚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整个计划当中呢，整个大楼的这个1到5楼它的结构是一样的，是这个形状，那么再往上走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有一个连接的廊桥，可以让我们去到中庭的这个位置，那么这里呢是一个群楼的一个结构，这里呢是可以让我们以这个玻璃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装饰。你会看到呢这里它的一个斜撑，钢斜撑在这里，那么框架梁以及框架柱的一个位置，所以就是这样把这个斜撑和外面相连接，那么这里是一个组合斜柱的位置，这里是一个斜柱，两个斜柱。这是我们的结构平面图，是第六层。这是
第五层，再往上第六层。那么这里呢，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框架柱及框架梁。那么这里是我们的办公空间，未来用作办公。那么大概是5.5的一个层高，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天花板的。这是18层。在所有的这个层面上面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斜的这个支架的架构。我们希望呢能够怎么在屋顶上面。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屋顶的效果图，屋顶的结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那你会看到这其中的建筑结构是如何。这是我们整体的结构体系图，你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斜撑，还有这个廊桥接到这个玻璃群房。那么因为你会发现呢，我们的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我们也是专门设计了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区域。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外墙有一个往里收的这个结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这种做法，希望能够在结构的容许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比如说像中国银行上海的世界金融中心等等。如果这里这个柱子被损坏的话呢，它的这个力呢同样也可以去到另外的两个斜撑以及行架上面，所以这个结构呢是非常的稳固的。这里你会看到在6层的这个结构，那当然呢它是比较高的一栋楼，但是也不是特别的高，那么它可以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结构做得复杂一些。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东西。还有我们的这个停车区是在下面。好的，这就是整个整体的这个效果图。那你会看到这些这个柱子呢，确实是有一点角度的。这是巨柱，那横贯整个结构。那么这里是斜撑的位置。所以所有的都放在一起，和我们的这混凝土的这个结构相契合。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很多项目一开始呢就是像这个香港的中国银行的大楼，就是这样类似的思路。这是1层的形状，外面的，然后到第5层的形状。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是说可以很好的利用它的这个斜边，
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有限的空间。那么这是巨柱 B 的结构，可能更复杂一点。那这是上层第五层到十六层在上面，那么在一层到五层呢就没有这一块了，就没有这一块了，我们是把它缩进去了。这是一个框架梁，那当然了，这二者之间呢还是有相连的一块区域。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简历图，那么在 X 方向以及 Y 方向的一个简历，那么基本上呢，一个方向的力跟比是另一个方向的这个两倍之多。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你会发现基本上呢，它都是会受到风和地震的影响。那因为呢，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些风力呢是被抵消了的，尤其是在我们一到五层的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调整呢是可以满足地震的需求，防震的需求。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得以可以继续进行。这是中庭的结构，那这是这个柱，巨柱呢是这个形状呢是一个 T， 两个 T 的形状。那么同样呢，整个这个钢筋我们也是把它暴露在外面，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日光。那么这里呢是这个结构的体系，那我们也看到地下室墙的这样的一个截面。我想要谢谢我们的设计团队，非常谢谢你们 LDI 工作室，谢谢你，还有 Ivan Sito 是我们的设计合作伙伴，我的来自于纽约的合作团队同事，以及我们在上海的同事芒哥赵慧丁。下面我想要放一个短片，这个动画短片是以中文来向大家呈现这个项目的。优雅倾斜的建筑曲面成就了五矿企业总部的视觉性格，使得这家世界最大金属矿业公司的形象在深圳南山经济新区鳞次栉比的楼群中脱颖而出。该形式源自航行中的风帆，建筑南北立面呈弧形，与另两侧桅杆状的形式相得益彰。建筑外部水平向交叉结构有如交织的缆绳船板，进一步强化了风帆的意象。建筑南北侧底部四层高的立柱将公众引入退台绿植构成的公共花园，景观叠水，艺术雕塑点缀其间，沟通着街道及花园层的商业群楼。独具匠心的景观营造反映了建筑的可持续设计策略，
开策略也体现在节能高效的建筑外墙、可开启窗扇及室内遮阳系统的设计。本项目设计获得力的绿色建筑金级认证。这个项目呢，现在正在施工过程当中。谢谢大家的聆听。